前面那边是永安渔港，在右手边的 Seven 旁边，我看到一台超酷超酷的斜躺车，是荷兰进来的，但是罗马尼亚制造，刚好车主在旁边，他在车上贴了一些贴纸，我们来看一看，那是做什么的？很厉害，他参加了那个北高三六零。双主场元霸 CD， 玩骑的均速是 44K。这个国旗是你自己贴的吗？哇，果然是生产国跟设计的国家，就荷兰、罗马尼亚，对，就是这台车去过的国家。哦，你还骑这台去过？没有啦，哦，这到过的地方，过来这经过的国家。出去太贵了。我还想说，这个还是一样，骑车爱骑车。爱国都不落人后啊！那坐在里面的时候，是这边左右有两个后视镜，这辆车的龙头在这里。在骑行的时候，透过这边可以往外看，这左右有两个视窗可以看左右外面。这一根管子一直延伸到车头，可以引进外界的空气，也就是这辆车的风管。这是补给品，右边那一桶是水，这是座椅，看这超流线的造型，说这辆是人力车界中的法拉利，应该不为过吧？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起来，又有点像瘦了身的黄色小鸭。扫一下 QR code， 还有更多有趣的影片可以看哦。